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，现在我正在那个台南这边吼，龙崎区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要做那个全新资源再生的一个水土保持的预筑水沟，这个很斜哦。窨井的话，在这个地方要从这个地方斜斜的这样子一直做上去，做到挖土机的那个地方，哦，大概总长度90米的一个预筑水沟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可以在5天内把它完成。好，用预筑水沟的方式。那我们预筑水沟的话，已经有进场了，有进了一些些在后面这边。这个很大，这个是上宽的话八十，下宽70，深度85公分的大水沟。好，OK。好，那希望工程一切顺利哈。我们在这边的话，在山上也可以看得到老鹰，我不知道画面上有没有拍到，但是这边是真的有老鹰，有听到老鹰的声音。好，OK。